我和他早恋，谁说的？你管得着吗？如实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就行了。江老师，别说是早恋了，早中晚我都不会喜欢他这种人。告状的人肯定是搞错了，要么就是别有用心，反正我是清白的。瞧把你给无辜的。老师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发誓我真的没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说。老师，我和他真的没有早。别笑，让你说正事儿。你们两个要有数，拉拉扯扯叽叽喳喳像什么样的，那学校的校规那不是摆设，禁止早恋那是为了你们的前程。这一次一千次检查，再有下次把家长叫来。啊，江老师。好了，上课去。有必要吗？像个金箍。别跟我说话，我们不熟。干嘛？发什么疯啊？你喊什么喊？我跟你也不熟。谣言而已，你有必要吗？你心虚什么？搞笑，我爱搬就搬，心什么虚？松手。我不想跟别人同桌。你放心，没人想跟你同桌，谁跟你同桌谁倒霉。看到没？这个对角线，这个距离就是我的清白。你是不是又忘了约我见面的事啊？我在路上了，你那边开始了吗？接过一下。哎，你来了，0-0，你可真是啥都没耽误。哎，这个挂件可爱，哪儿买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说错话了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海洋馆啊。方丽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刚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大帅哥啊？不是，那个人有女朋友了，你没看到吗？重点不是他有没有女朋友，是发现美的眼光，对不对啊，方丽？啊？对。你不会还惦记着那个谁吧？没有啊，已经画上句号了。一点点，一点点都没有吗？感觉很久没有想起了。就像按下重启键了一样。那个二号档的饼出锅了，就是，怎么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菲菲呀，菲菲，你怎么聊到这儿就走了呢？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？感觉要窒息了。是慢点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没有啊。好了。
想什么啊，方丽？该不会是……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特别温柔、特别勇敢的人。喂，方林，要一起吃饭吗？大明好，大明。洛言，今天你弟弟过生日，你父亲想一家人聚一聚。洛言，说好了要见面的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，洛言，你要去哪儿？给我剪了快一年的头，说关门就关门，说走就走，你们这是对我不负责任。你们知道这种感受吗？你们抛弃了你们的顾客，你们抛弃了我，你们这……不好意思，对对，打错了，啊，别难过了，我给你剪吧。可以开始了吗？怎么样？可以。你没吃东西吗？你好好醒醒酒吧。哇，一点都不像独居的样子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算了，你也是不会和别人说心里话的吧？方丽，别走。你梦里的方丽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方丽啊？她现在只是正好需要陪伴。你是洛叔叔，我能问问洛言他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今天是我小儿子的生日，自从他出生，洛言一次都没去过。今天叫他去给弟弟过生日，结果吃饭吃到一半闹情绪，等我追出去，早就没影了。自从我离婚再婚，这孩子就变得沉默寡言了。叔叔不把你当外人，洛言啊。一年到头跟我说的话，两只手都数得过来。所以啊，叔叔看见你从他家门口走出来，心里是高兴的。
洛言在学校还有很多朋友的。多喝热水。哦，你们还是高一时候的同学啊？对呀。哎呀，那个骆叔叔，我知道这样问有点冒昧，就是他因为一些事情失忆了，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怪我，那个时候洛言在学校跟人起冲突打架，加上我家里小儿子刚出生，那个家庭关系啊太难了，就给他办了转学。谁知道他又跟人打架。他跟谁打架了？我去问过江老师了，没有目击者，只有一声伤。洛言的钱包落下了，刚才我忘记了，你帮我还给他吧。好。啊，累死了。这几天感觉我的手都变粗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我出道的本钱都要赔进去了。哎，方里，带护手霜了吗？在包里。这谁的钱包啊？男士的。陆岩？不是，这是他爸爸让我交给他的。亏欠家长了。是我从他家出来的时候遇到的。他家？不是。你去陆岩家里了？不是。不是这么回事。说吧，坦白交代，我会从轻发落，胆敢隐瞒你就完了。去了海洋馆，还去了他家。方黎，我可又要生气了啊。别说了，菲菲，要我给你跪下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对他什么想法？好愁人，因为我也说不清楚。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知道了。你喜欢洛言？别说出来。你说你没事干嘛喜欢那个不高兴？喜欢他也不见得那么轻浮的人。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洛言是帮了我很多，但是又怕会不会像苏启阳那次一样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会错意了。万一他又没有那种意思，就只是朋友那种呢？你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个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方黎。不好意思啊，等很久了吧？没事。谢谢。昨天谢谢你送我回家，还要帮我剪头发。不客气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。生活不易，多才多艺。这么土的课，我是怎么唠出口的？哦，骆叔叔让我转交给你的。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唇膏画歪了。
方林，你怎么又想多了？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送饮料这个行为很中性，看不出倾向，还请大师指点。来，办法呢是有的，不过方林，这就得看你的演技了。假装情侣，这个也太猛了吧！我不会演戏啊，被看出来怎么办啊？就这么定了？难道你还想苏强的事情再发生一遍吗？我天，太厉害了！方林，深藏不露啊！再次相见的第一个星期，祝你过得开心 ，Mr. Right。方林，这谁呀？这是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男朋友啊！啊！对呀，我亲姐。这药也太猛了，得花多少钱啊？喂，宝贝，礼物喜欢吗？喜欢，可是太贵了吧？大新闻，方离悄悄交了个不得了的男朋友。他还没有动静吗？没有。难道是失去八卦的不够到位？哎，你发朋友圈没啊？发了。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恭喜！哎呀，你也知道啦，看来。方离得请客吃饭了。谁啊？我认识吗？他是我的高中学长，现在在国外学音乐。上周我们在同学聚会上见了一面。学长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帅，才没几天，又给你送花送卡片的。说实话，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我们真是让人羡慕。我们还在聊啦，就我对他挺有好感的。我吃饱了，你们去吃吧。还有，再次恭喜。怎么样啊，老狐狸啊，洛言。啊，不过。他特意来找你吃饭，还问东问西的，肯定是在意你。真的吗？稍安勿躁，继续发分组朋友圈。本来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说说看，你是我的乍见之欢，你是我的眼神所向，你是我温柔的归宿，你是我嘴角。扬起的理由、啊、还有有一种桃花叫学长节，遇见你是我命中注定的节。放过我吧，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有发展的余地。别太过分，靠近一点，胳膊挽着呀，太变态了吧！靠近，甜蜜，嗯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怎么样？哇，文案我也替你想好了，就叫“感谢重逢的缘分”。赶紧发朋友圈啊，感谢重逢的缘分，不花一分钱就有的高仿男友。说得好，提醒我了。收钱520。嗯，我把头像也改了，昵称也改了，就叫
Mr. R。那我赶紧截图发朋友圈。哎，一会儿再发，太密集了，有点刻意。我现在有点感觉了，菲菲，你完全是干这行的料啊！那当然，做戏就得做全套。那个音乐高材生的学长听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怎么可能是编的呢？就方林那拙劣的演技，足以说明很多问题。可是为什么呀？单身狗又不低人一等，撒家伙粮有什么意义？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你刚刚说方林发了朋友圈，怎么？你不会又被屏蔽了吧？重逢纪念日，这个学长手段真的高啊！啊，我得好好学学。不是我被屏蔽了，是你被分组了。这明显不是方离受刺激，是方离想刺激你。刺激我？为什么？这都看不出来啊！他是在试探你的反应。为什么？他喜欢你啊！不可能，他要真喜欢我，就不可能试探我。你现在也开始质疑我了，行，等着吧。对不对？嗯。方离的新男朋友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啊，在国外，过段时间就回来了。回来你就见到了。那他们俩是真的在一起了？我想应该差不多了吧。怎么，你很在意？哎，不是我在意。那是谁？不是，没有谁。我是说，作为他们的朋友，那关心挺正常的。哎，不过我说，就是洛莹跟方丽特别配，性格一个冷一个热，健康互补。而且洛言跟方离的缘分又特别巧，又是高中同学，又是大学同学，名字还都是两个字。洛言对方离的评价也挺不错。洛言说什么？不是，你们慢点说，你别呛着了。你快说啊！那倒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家伙绕来绕去，他想说什么？干嘛？你看看，另一张我已经以你的名义给方离了。什么学不学长，管他真的假的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但是去不去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。看来菲菲的方法奏效了。本仙女的第二春如约而至了。这是你妈妈自离开以后第一次回国吧？是，说是为了回来看你，怪突然的。喂？嗯？算了吧。飞机因故返航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做不到的事情，为什么要给人承诺？给了人家一个美好的期盼，再亲手打碎它，好玩吗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来打扰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人家很伤心很难过？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，
宴会你怎么没去？家里有急事，实在脱不开身，抱歉。没关系。他说完抱歉就走了。我都说了没关系，不是应该再说点什么，聊聊那天的事儿，解释解释。再怎么说我才是被放鸽子的那一个，他就这么走了跟敷衍有什么区别？还是说他就是故意放我鸽子？洛言这个老狐狸我真的有点不懂他了，我投降。学长计划也没有起功效，是不是发力不够？你不会是想？是，学长，看来还要麻烦你跟我告个白了。学妹，你可想好了，用了这招可就没办法回头了。不破釜沉舟，怎么死心塌地？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那个学长他回国了，他向我告白，我不知道要不要答应他，你觉得呢？你专门找我过来就是为了问这个？对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要问问朋友们的意见。但很好，你不是一直说他很优秀吗？他挺适合你的。这是你的建议吗？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不然呢？我为什么要骗你？而且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，问别人有什么用？我能替你的真心做主吗？我真是疯了，还来征求你的意见。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对不起，真是打扰你了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怎么样，洛言那个老狐狸这回该上钩了吧？一开始就是个误会。网球我被菲菲虐惨，这次一定要扳回一局。兄弟，靠你。你放心吧，肯定给你打好票，让你风光无限。哎，菲菲，王林，在这儿呢。菲菲，我们走吧。刚来就要走呀？我又不是魔鬼，看见我躲什么？自作多情，谁躲你了？那正好，咱们四个人，那方黎跟菲菲肯定都不会花。那这样，你教方黎，我教菲菲。方黎，盛泽学长，竟然能在这里遇到你，好巧啊！是啊，好巧。你也来滑冰？啊，第一次来，完全菜鸟。其实很简单，你这么聪明，很快就能学会了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来教你。既然盛泽学长会滑冰的话，那方黎就拜托你啦。那我陪你去那边换鞋。诗诗啊，这回你真没撑能，滑冰还真有两赛。开玩笑，哎，我可是在短道速滑比赛里面拿过名次的，不信你问洛言。方黎，还真的看不出来你是第一次滑冰，适应的太好了。要不是你一直牵着我，我肯定不知道摔了多少次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肯定不会让你摔。以后可以慢慢试着自己滑。那我可不敢，万一撞到人怎么办？那你就撞我，往我身上摔，我给你当路盾。好了，鞋带开了，我帮你提。方黎，口渴，陪我去买饮料吧。你好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我不记得我认识。
谁认识你啊？你别莫名其妙套近乎行不行？你会记起我。高中学长，音乐高材生，大暖男，还有身高形象都符合。我给你编的完美追求者人设，参考的就是盛泽。我说呢，这个人怎么感觉那么熟悉，似曾相识。现在不是讨论我编故事水平的时候，关键是诺言现在肯定以为追求你的人是盛泽。我们得想办法，不能穿帮。那你觉得盛泽有可能会陪我们一起演戏吗？要不我实话实说好了，这样下去太累了。你可想好了？你确定要告诉洛言之前一直在骗他？贼船真是好上不好下，原来撒一个谎真的要用一千个谎去圆。打起精神来，方林，你要相信我，齐薇薇，未来中国第一个奥斯卡影后，就算是开着贼船也能带你乘风破浪。我已经有办法了，我们不如将错就错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反正他之前的事儿都不记得了。幸福险中求。方黎，要不你们继续玩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不需要三个大电灯泡陪着你们吧？好好玩，咱们先撤。傻站着干嘛？走啊！那小子该不会就是你说的狂追方黎那个学长吧？用我说，你有眼睛不会自己观察判断啊？不过像方黎这样的女神，就像一块璞玉，只有懂她的人才能知道她的好。可是那家伙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魅力啊。盛泽学长，当年可是龙兴高中全校女神心目中的男神。盛泽这次必须继续参加奥数集训营，我们学校一定能再次蝉联奥数金牌。我说你讲讲道理行不行啊？这个奥数，那他不是已经拿过金牌了吗？啊，他现在是我们学校的篮球队主力队员，这次我们打市联赛全得靠他。说得好听，您还不是为了拿那名次得到的奖金吗？说什么你啊？哎呀，又是吵什么呢？又是为了盛泽？哎呀，你们都是老师啊，在学生面前你吵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为人师表啊？再说了，你们总得听听人盛泽自己的想法吧。两位老师，其实你们不用吵的，奥数竞赛还有篮球联赛我都会参加，时间呢我会自己协调。哦，对了，老师，几位老师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因为我答应放学之后帮初中部的学生排练文艺汇演的节目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话，那只能是 perfect， 完美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他失忆了。不过失忆也有失忆的好处。哎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无知者无畏。哦，我还要去上班，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我晚点去找你啊。菲菲走的时候说的那句无知者无畏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你听得到她说话呀。我又不聋。我来帮你分析分析，结合上下文，菲菲说的意思就是，你不屑那个盛泽，是因为你不记得他有多优秀。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就感觉不对劲，直觉告诉我，他是个危险的家伙。啊？真没想到在这里又跟你们重逢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好巧啊。而且你跟洛言又成了同学，还能一起出来玩，看来他变化不小。他这个人本质是永远不会变的，总是驴唇不对马嘴，跟他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。那就还是老样子喽。怎么说呢，
他已经不记得以前在龙兴高中的很多事了。哦，但性格还是当初那个性格，甚至变本加厉，简直就是恶魔洛言2.0。总的来说啊，这个人还是蛮有趣的。还记得当时在龙兴中学的时候，他一转来就很引人注意。学校好，一个新来的转校生就弄得半个学校的女生都鸡飞狗跳的。咱们也去看看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看出什么名堂了？他们说的没错，确实挺帅。刚刚那小打可以啊，打的是挺漂亮的。对啊，回头教教我们啊。那些都是情况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以后走路小心点就好了。哎，这么一句道歉就算了，他这可是 AJ 限量版。你误会，我道歉是因为踩到他而道歉，不是因为他是限量款。你这双独叶绿配色市面上 fake 很多，你看 fake 的 logo 颜色比较浅，你这个飞人标志的比例也不太对，但用料好像不错。感谢这位同学科普我球鞋知识，这双鞋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给我的，我觉得心意更为重要，而不是真假。我是盛泽，你是高一刚转来的洛言吧？我知道你。哦，我记不住你，你也不用记住我。等一会儿，你又不打球，你在球场上瞎逛什么呀？啊，我在用函数计算投篮角度和命中率之间的关系，找最佳动态投篮点，所以我就来操场看你们真实的打篮球，收集数据。你吹牛呢吧？让我看看，怎么玩啊？你看，根据函数推算，你刚才如果突破到这个位置投篮，命中率能提高30%。同学们，这一题是今年的新题型，难度非常高。在竞赛中拉开差距的就是这个题型。在老师正式讲解之前呢，有没有同学愿意上来试试看的？盛泽，你上黑板来试试看。好。没关系，盛泽，自学能学成这样，是不是已经很不错了？洛言，睡得香不香啊？是不是不用学就会了？给你10分钟上来解答。你还挺喜欢睡觉的。这个题我已经解了一半了，你就试着吧。老师，我写完了，你看一下答案对不对？嗯。老师，他的答案没有问题。那我回去继续睡觉了。洛言那个大魔头，之前每天让我给他翻译英文小说、漫画，搞得我每天都熬夜。我自己准备英语考试的时候都没这么积极。更过分的是，他最近天天使唤我给他跑腿，跑得我小腿肚子都发抖。菲菲，我一想到还要跟他同学2年，我想退学的心都有了。你说他一个大男生欺负你一个小女生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别给我逮到机会，我一定替你
报仇雪恨，教训他一顿。你今天不是还有话剧社的排练吗？差点耽误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拜拜。老板，再来一瓶汽水。来两瓶，账我一起算。天哪，我刚走盛泽学长就来了，还请你喝饮料，听你吐槽洛言。哦，天哪，我感觉我错过了一个亿。你想多了，他看起来呢只是想多了解一点洛言，谁让我是他同桌呢，只是我一时没控制住就变成吐槽大会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就像韩国校园偶像剧的女主角，夹在两个风云人物中间。你可要小心喽。要真有这种狗血偶像剧，那我跪求编剧让我活不过第一集。天太热了，我想喝冰可乐，你帮我去买。你们男生的队伍就在小卖部旁边，刚才解散的时候你怎么自己不买？刚才不想，现在想喝。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哪里来得及啊？这里距离小卖部400米，来回800米，你跑着去，跑着回，时间刚刚好。能不能商量一下？你的记账本。我马上去，马上去。方林，老板，我要冰可乐。洛言让我给他买可乐。谢谢啊。这速度，他们女生800米体测呀，他基本是稳了。晚了12秒，而且我要的是百事可乐，不是可口可乐。你刚才没说呀？是你没问清楚。爱喝不喝？先帮我打开吧。现在也没法喝了，只能重新买了。5分钟，已经开始了。你别太过分啊！隔壁班班花送你的。他拜托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我不要，你带过来就自己带回去，我不喜欢吃垃圾食品。这些进口零食好多我都没见过，你竟然说是垃圾食品。那正好，你喜欢，我不要，你拿走吧，算是帮了我一个忙。你怎么这个态度啊？隔壁班班花，哎，我是女生我都觉得她超漂亮的。你知道什么叫漂亮吗？自己回家照照镜子。照镜子。洛言，你想损我，不用拐弯抹角了。我让你翻译的小说呢？哦。那。一会儿先去洗手，再把小说给我。
来来来，我吃点肉。这段时间在学校里适应了吧？嗯，我就说嘛，在这里住惯了，没准儿你就乐不思蜀了。这里啊，虽然远远比不上大城市的繁华，但是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啊，特别淳朴。就你现在的同桌方离，你们俩之前不是闹了点小误会吗？但是她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小姑娘。她家真的只有她和她奶奶？哎呀，这孩子命苦，爸妈走得早，家里呢就只有这么一老一小，以后啊就指望她能有出息。她现在的这个成绩啊，别的还好，如果英语再能提高上去啊，没准儿能考一个不错的大学。他英语成绩一定能上来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啊？叔，您多吃点。叔，我吃饱了。哎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哎呀，你看这孩子。洛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开的店，我帮忙看一会儿。你要找什么药？复合维生素。哦，其实现在大家吃的都很好，我们日常膳食当中的维生素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所需了，基本上不需要再补充其他的维生素。看你的手指甲就能看出来你很健康。你家里人知道你把送上门的客人往外推吗？我只是一个建议。我要最大瓶的。好，就这瓶吧，现在正在促销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哟，今天你带回来这么多易拉罐啊。啊，你看你同学小洛来看你。嗯，你们聊，我去做饭啊。小洛啊，喝水。好的，奶奶。哎，你又来想干嘛？啊，隔壁班又送来一大堆零食，我给你送过来。你专门给我送这些零食的？你不是喜欢吃吗？不喜欢拿去扔了。零食是无辜的。你捡这么多易拉罐干嘛？当然是卖钱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除了这么心灵手巧的我，还能有谁？十个易拉罐只能卖一块钱，但是做成这些工艺品放到闲鱼上就能卖15块钱，我是不是很有商业头脑？就算是被人抛弃的废品易拉罐，只要有一颗顽强不息的心，也能够改变命运，翱翔天际。你要不去卖鸡汤吧，这样说不定能挣更多。方林，饭做好了，叫你同学一起吃饭吧。不用了，他已经试过了，他马上就走。老板，这些零食保质期都太短了，我怕吃不了浪费，您能不能收下一些？哟，这东西还真是好东西，要我留下可以，但价格我只能给你5折哦。没问题，感激不尽。哇，方黎，这么多零食啊。盛泽学长，这些都是洛言不要的，我帮他处理了。哦，这瓶维生素我受不了，你带回去吧。奇怪，这零食里面怎么会有维生素啊？你就自己留着吃吧，你看你手上都长倒刺了，需要补充这个。嗯，那好吧。美女的脑回路果然清奇啊，还送这个。嗯。你看他每天就只会说这些。饭吃了吗？作业做完了吗？早点睡哦。发的表情包也吐死了，早知道他这么没意思就不答应他了，不和他一顿
那你选他干嘛？在献殷勤的几个人里面，他是最真诚的。献殷勤？像我这种普通女生，在男生眼里肯定是又无聊又无趣，没人喜欢。你一定是因为，一定是因为那个洛言，他天天在你身边晃悠，谁还敢追你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还有洛言的翻译任务没有完成。没想到盛泽学长记得以前那么多事儿。现在他讲起来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好像讲的不是他自己的事儿。毕竟都过去那么久了嘛。再说了，洛言转回去之后，盛泽学长不又成了龙兴的独孤求败？你还没告诉我到底昨天什么情况呢？昨天我按计划在回去的路上把盛泽学长夸成了一朵花，诗句倒是听得津津有味。洛言呢？提他我就替你生气，他直接戴上耳机听歌了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明天周末餐厅呢，我替我俩请个假，明天陪我干件大事儿去。别紧张，我看这些人里面属你最有形象，正常发挥就好，加油。那趁着有时间我再把节目练一遍，你帮我看看。嗯啊，评委老师好，我叫齐薇薇，今年18岁，我要表演的是口技开车。表演满分，但是有一些细节再注意一下就更完美了。比如说开车不能穿高跟鞋。哎呀，我光顾着美了，怎么把这么重要的细节给忘了呀？那我也没带别的鞋啊。咱俩鞋码一样，我把鞋换给你不就行了吗？你穿高跟鞋能行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的比赛最重要。那好吧，进场了，进场了，来，所有人进场了，我一块走了。你赶紧找个地方换鞋。好。盛泽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有朋友在这儿比赛，我来给他送吉他。看你这样，不经常穿高跟鞋吧？上来吧，我带你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坐公交车回去就行。我刚好顺路。那好吧，谢谢学长。怎么了？这个锁扣怎么打不开呀？好了，麻烦让一让。洛言，你故意的吧？这么宽的路你不走，非要往这儿来。方林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。不用单独，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我是想说，音乐会的票虽然是世旭买的，但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音乐会的票钱是吧？我现在就给你。200，够不够？方丽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你真的确定他当你男朋友了吗？我跟谁在一起？需要向你汇报吗？
你是我朋友、同学，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我是你的什么，但我知道你对我来说是什么。我只是想你相信我，我只是。说。随便问问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。盛泽就是我男朋友，跟哪个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有事吗？倩倩，今天骑机车送方黎回来的那个男生，两个人关系看起来可不一般呢。是吗？现在的帅哥都这么喜欢扶贫吗？还是说他用了什么歪门邪道，把咱们寝室的桃花运全吸走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你晾衣服不方便接，我帮你开免提接了。手机还我。喂，方黎，下午我们拿错本子了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给你送过去。这样太麻烦学长了，要我明天自己去取吧。哦，那也好，我明天都在音乐学院小排练室，明天见。好。好心帮你接电话，连个谢谢也没有。老爷，你太猛了，你小心肌肉拉伤啊！再来，你别这样自虐了好不好？你不考虑自己，你考虑考虑我吗？要不然你扔飞镖去，我去弄一张盛泽的照片贴了把心。我说不能聊吧？说说你真实的想法。人呐。只有受到了威胁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。哎，要我说，盛泽出现不一定是坏事，最起码让你清楚了你内心对方离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你继续。哎，有句话不是叫做爱情容不得试探，可是总有人忍不住去试探。你的问题更严重，你就是双重标准，你总想去试探别人的心意，不敞开自己的内心，等到别人来试探你了，你又本能地把自己包裹起来。这就是症结所在。你什么时候成心灵导师了？说点人话。说人话就是确定了心意就要主动出击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每次只要一遇到事情，不知不觉就又走回老路上了。那就从这一次开始改变，试着让自己改变一点点。OK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拿出来的时候看到了里面的一点内容。都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胡乱写的。我看大多都是写洛言的，那它是你的心情晴雨表喽？晴雨表。说是一大块乌云还差不多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倾盆大雨，什么时候会电闪雷鸣。风雨呢是不可控的，但如果你有伞，那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学长，你说每一句话都像歌词一样。嗯，真的。谢谢。还有，因为我犯傻做的一些事情，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。我要向你道歉。买可乐消耗了46.6，买零食消耗了47.1。Survivors, S, 生还者。查字典都弄错了，看来要狠一点才能有进步。说十遍。凤爷，到处找不着你，
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你又没广播任务。你快帮我看看这些个签名有没有像一点的。哦，你是想逃下午的800米测试和英文考试是吧？哦，下午两道鬼门关凑一块，不死也得掉层皮。我都已经找老姜请示假了，结果他说必须得有奶奶亲自打电话给他，或者是有亲笔签名的请假的。老姜这名字可真不是白叫的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没准你这点小把戏早就被看穿了。太难了，我真的是太难了。你来这儿干嘛？体育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体育老师要立刻下楼集合热身。你又不是体育委员，催什么催？方林下午有事儿，他会请假的。哎，我劝你们还是别耍这种把戏了，就这种低配家长签字，连我都骗不过，就别去老姜那边丢人现眼了，免得到时候死太惨。你想清楚就立刻下来。邱子云到。朱美熙到。方黎，方黎呢？方黎什么情况呀？能不能来了？体测马上开始了，真掉链子。你说话客气点，老师没来急什么？管好你自己得了。怎么才来？归队。向右转，跑步走。体育和英语测试成绩出来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出来就出来，没兴趣知道。你不去看的话会后悔的。我后悔什么？后悔让你少了一次当面嘲笑我的机会。方黎，考试成绩出来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别丧了，赶紧出来，赶紧出来，是好消息。800米都是电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没看到刚刚老姜看到你成绩时那震惊的表情？这回你英语115分，800米成绩全年级女生前10名，你在史上最好成绩。这不是梦吧？这个感觉太不真实了。不是梦，是真的。感谢老天保佑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有句话我不是当讲不当讲，那别讲。这么看来，洛言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帮你。要不是他强迫你帮他翻译小说漫画，又逼你跑腿练跑步，你不可能进步那么快的。你可得了吧，我觉得都是巧合。我看书里说啊，男生成熟的比较晚，有时候他们喜欢谁就会去捉弄谁，好能引起对方的注意。没准啊，洛言就是这种幼稚鬼。怎么我还清醒着，你倒先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？像洛言这种大恶魔，做了10件折腾我的事情，就有一次那么歪打正着的帮了我，就想让我感激涕零。没门。好吧，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。不过我方黎做事向来一码归一码，就算是歪打正着，我也是不会欠他人情的。洛言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这些天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凭什么都给方黎了？既然你已经送我了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好，就算是我热脸贴冷屁股了，但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手里的小飞机是方黎送给你的吧？几个破易拉罐做的，却当成宝贝似的捧在手里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应该不会是喜欢方黎吧？这位同学，你脑补的也太多了，我就只是看看，现在就要把他送去该送的地方。
你坐了三个晚上的飞机扔垃圾桶了，我太蠢了，最近还帮他说话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他的恶魔人设是永远不会倒的，反正人情我已经还过了，走吧。郭静静，方黎现在在宿舍吗？他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一下课就去音乐学院的排练教室找盛泽了。我们平时在寝室啊，根本看不到他人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你是要去找他吗？从那边那个小路抄近道过去，能少走不少路呢，会比较快。嗯，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，都是我的错。希望不要因此影响到学长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呢，这有什么？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我道歉。而且你能选中我当这个杜撰男友的原型，我感觉十分荣幸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出面帮忙的，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开口。真是太谢谢学长了。但我想，也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了。既然他不喜欢我，那我做再多事情他都不会在乎的。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我唱歌给你听吧。我希望能看到一个有笑容的方黎同学。你总喜欢看窗外，好像在等爱情到来。如果在我面前的是洛言该多好啊，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向洛言坦白呢？就算他笑话我、气我、戳我痛处，痛啊，痛死了！就代表着越爱越爱，糟了！越是在乎，在乎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紧急情况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帮你买。时代真是不同了，经常看到男朋友帮女朋友买卫生巾，真会体贴人。对啊，我现在是她男朋友。呀呵，心情这么好呀啊！佳怡，你回来了啊！我今天看见洛言了，他来找方黎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当然是跟他说方黎去找盛泽了。他表面上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其实立马就去音乐学院了。这下咱们有好戏看了。哎，什么呀？你真笨到家了你！怎么了？你这样不是在帮方黎吗？制造他们两个见面的机会啊？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那盛泽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也许真的会有好戏吧。嗯，洛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那天是我态度不好。你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啊？还有别的事情要说。就算你不愿意听，我也得告诉你，盛泽真的是个很危险的人，你能不能离他远一点？那你说说，盛泽他哪里危险？这是我的直觉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的。不管你是出于直觉，还是你记起了什么，难道每次有错都是别人的问题？你做事就永远没有错，永远完美无缺吗？可是他真的有问题，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洛言，你这样来打扰方黎，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作为她的男朋友，我都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。而且她现在的特殊时期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，就请你离开吧。
我刚刚太唐突了，说是你男朋友，主要是你不太舒服，我担心他在这里会让你不开心。是我给学长添麻烦了。洛言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走进他的世界呢？出于一个男生的角度，如果他真的很在意一个女生的话，会为他主动敞开自己的世界的。学长，我懂了。哎，寝室真的太闷了，我想出去唱 K。我也想。走啊。月底了，生活费都花得弹尽粮绝。不然咱们下个月再去吧。哎呀，我这被你们两个说的，我也有点想去唱 K 了。没钱怕什么呀，找人买单不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嗯，那我去化个美美的妆。那我就去换一身好看的衣服。那你们稍等我片刻。出来陪我唱歌，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今天不行了，我已经约了季菲菲。一个 nobody 放他鸽子不就好了？这样不好吧，我也是为了抓紧推进你安排的计划。怎么样，搞定了吗？我嗓子突然有点不太舒服，要不然咱们改天再去吧。今天就不要管什么卡路里了，放开了好好吃一顿，我请客。我刚看门口写着新店开业，两人同行一人免单。啊，我请你，然后我自己那份免单，不矛盾。你今天要多吃一点，吃到撑，吃撑了就没有心思不开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啊？我之前看你发的那个比赛朋友圈都删了，而且你必胜的头像都换了，我要是再看不出来你不开心，哎，太不关心你了吧。我才没有，你不要过分解读。忘了告诉你，我可是附近远近闻名的自助餐杀手，学校附近的自助餐都拉黑我，因为我太能吃了。这家是新开的，不认识我，所以才能混进来。服务员，点菜。先来20份这个肉。大姐，我们就两个人。我点的是我自己的，你要吃什么你自己点。你不是那什么杀手？自助餐杀手。服务员，给我也来20份。我真的没吹牛，我今天就是状态不好。是啊，哎，我在呢。今天真的能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能陪我呀。好久没有这么无拘无束的开心过了。不客气。家里人都说我不务正业，不好好读书，没事就想着做什么虚无缥缈的梦想，天天想着出名当明星。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戏都没有演过，只能在这个大大的城市里当一个小小的打工妹。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，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天赋？选这条路是不是错了？你别那么想自己啊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选错，你有天分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相信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在外面的时候，我都要把自己弄得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好像自己穿着一个厚厚的盔甲就什么都不怕了，有的时候我就连自己都骗了。教授，
您找我。哎，你来了。这次游戏竞赛你提交的游戏 demo 我看了一下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画面质量啊，运行的流畅度啊，都非常好。但是我左看右看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高难度的密室逃脱游戏。这次你抽到的是让你做一个恋爱游戏啊，是不是觉得跑题了？解开这些密室，最后收获甜蜜的爱情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嗯，哎，那我看这样吧，反正离比赛截止日期呢还有一段时间，你找你的好朋友让他们试玩一下，听听他们的意见。教授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关键是女生的意见哟。不是我马后炮，现在人家都当着你的面互相盖章双箭头了，看来真的彻底错过这次机会了。哎，认命吧。你也觉得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吗？这还能有假吗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虽然现实挺难让人接受的，但也只能接受了。正常来说，谈恋爱是不是有很多一起要做的事情？比如他们换情侣头像了吗？好像没有。那他们有没有一起穿过情侣装？应该也没有。朋友圈有没有发过情侣照片？没见过。哎，等一下，洛言，我觉得你这个推断有点太不严谨了。也许人家就是恋爱想谈的低调一点，有些事情不想做的那么表面嘛。那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我观察记录了他们一周的微信步数，每一天都相差甚远，说明一个人很宅，而另一个人很活跃，即便是周末，步数也没有大致相同的时候。你是说？没错，说明他们从来没有出去约会过。你见过这样谈恋爱的吗？就算再佛系，这样也确实解释不通。所以数据是不会说谎的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中间出现了什么情况，但是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什么？是龙兴中学的奥数老师找到我，说希望能帮他录几段 vlog， 做一些高中经验的分享，给师弟师妹们鼓鼓劲儿。我想找你一起做。啊？这我可不行，我中学的时候成绩就一直一般般，哪有什么经验可分享？你很合适，你能提供女生视角，而且不仅仅是学习嘛，还有很多生活方面经验的分享，都可以啊。王丽，龙兴中学的奥数老师找我帮忙录制视频，我想找你一起。他果然也找你了。是啊，我答应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是为了学校的事情，那我们就一起做吧，各自发挥所长。不过我先说好，我只做助手，不露面，不出声。又和盛泽发消息呢？啊，说明天一起录视频的事儿。你呀，就是想的太简单了。怎么？录视频非得找你不可吗？我觉得啊，盛泽最近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你，绝对不单纯。没准呢，他喜欢你。他喜欢我？你是不是最近帮我编隐形男友的事儿入戏太深了？他怎么可能喜欢我？要么说你是母胎 solo， 这都看不出来。我觉得啊，你也该谈个恋爱了。陆言一直像块石头，盛泽没准真的是个更好的选择。你再好好想想吧，错过了可别后悔。鱼在大海里哭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会知道。还能走路吗？是你啊，阿美。我
你男朋友没告诉你，你的实验报告被误删了。只要你定时给他浇水，每天晒晒太阳，他一定能找到。谢谢。不想活了吗？在这儿发什么呆？我不会穿着别穿，何必为了别人勉强自己？菲菲，就算它是一块石头，我还是想要握住它。学弟学妹们，中学的日子是一段最美好的青春时光，你还有可能会遇到初次让你悸动的那个人。有人说这是青涩不成熟的表现，但我觉得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封闭自己的内心，留下遗憾，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幸运。就像某些比较倒霉的人还会遇到他的恶魔。方丽，你这条稿子写的会不会被误认为是鼓励早恋啊？我担心学校那边会不喜欢。前面写的都挺好的，除了后面什么遇见恶魔可以删掉。我觉得既然找我们录视频，肯定他们也不会想要一些完全没有棱角的东西。至于遇见恶魔那一段，一个字都不许删，这是这条 vlog 的精华。哎，有卖冰淇淋的，我请你们吃冰淇淋吧，忙一天都辛苦了。老板，我要买冰淇淋。好的，我们这里呢有情侣套餐，比单独买两只呢要省5元。有三只的优惠套餐吗？那没有，不过你们可以买一份情侣套餐，然后呢再单独买一只。那干脆来三份单独的。你傻呀，都是一样的冰淇淋，要多花5块钱呢。就按你说的，要一份情侣的，要一份单独的。好的，一共19元。好，情侣的给他们俩。到底什么好事？你别卖关子了。托你的好运，我接到通告了。我的好运？这不是咱们吃饭的视频吗？200万个赞！我的天！有人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啊，把我吃饭的样子拍了下来，传到了视频网站，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。这也可以啊。反正你是我的福星，你陪我去录影吧，我一个人也会紧张。没问题，走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吃，哎，快！笑，微笑，开心，大口大口吃，多好吃的东西啊！快快快点，大口大口吃，哎，对对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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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之啊，你能陪着我，我会特别安心，也特别开心。现在真的特别适合表白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对。怎么？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追上他再甩掉他，这样也太渣了。菲菲，你一定会红的。那必须的。着火了！郭姐姐，方林呢？你们宿舍怎么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方林好像刚还在寝室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太危险了。走。洛言，你回来，太危险了。方林，他怎么样了？方林，快点！方林，啊，盛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方林，我就取了个快递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你们宿舍冒烟了。然后洛言以为你在上面，就冲上去了。
下次出去把手机给我带好了。女生宿舍最帅逆行，校园网上这张照片怎么把我拍得跟1米5似的？你还笑得出来啊？要是真的着火了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顾倩倩真该好好谢谢你，不然她可能要被退学。感谢我？只要他们能在宿舍里面好好对你，我就满足了。那采访你一下，请问这位同学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冲进去了？哪顾得上那么多呀？一想到你还在上面就冲上去了，一点不像你男朋友那么稳重。所以你早就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什么？还装？不是看出来什么，而是感觉出来。什么感觉？感觉到你跟他一点都不配。还记得之前的冰淇淋店吗？走吧，我请你。你们是在找情侣套餐吗？那个活动昨天是最后一天，已经结束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要单份买。对，有那个活动我们也不会参加的。既然冰淇淋都吃了，明天下午给我来咖啡厅一趟。我又死了。怎么那么难啊？难度这么大，玩得这么糟心，谁还想见到梦中男神？没错，只是想把手机给拿了。玩家为了通关见男神，还得解微积分，怎么想的呀？请问，你应该在线索提示中加入一些跟恋爱有关的东西，找找恋爱的感觉。恋爱的感觉？什么是恋爱的感觉？回忆一下你的初恋。以前有喜欢的女生吗？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当然有，关系很大。喜欢过的话就会知道，谈恋爱不是解微积分，起码应该是一起躲过雨的屋檐，至少应该有甜甜的感觉。妹妹，来，快快快收拾看，你的初恋。没有。好甜。其实也不难，现成谈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，石奇？啊，是啊是啊，谈一谈就懂了。可当下找谁谈？方林，你就帮帮他嘛，模拟一下，指点一下，是吧，诺言？真的可以吗？不过，嗯，就是恋爱模拟那个事儿，等我约个时间，我们再谈。谈什么？谈恋爱。谈恋爱？嗯，模拟。那再约时间吧，拜拜。他既然答应了，那他是不是也有那个意思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他肯定是送我去，我才白紧张了。等我约个时间，我们再谈。谈，谈什么？谈恋爱。谈恋爱？嗯，模拟。谁要跟你谈恋爱？
梨，接着。你闹什么呢你啊？别闹了，就放你这样也能叫花啊？爆米花吧。你别说，他俩在一起还挺配的。今后值日我们一人一次，轮着来。为什么？我不同意。笨蛋，为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明知故问。哦，难道跟我一起值日很紧张吗？为什么我不同意？笨蛋，为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明知故问，难道跟我一起值日很紧张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您这个语气很有问题啊。我看你俩有问题。方黎，这周回去给我叫家长。方黎，方黎，跟着我干嘛？走开，你以后离我远一点，算我求你。同学，能好好说吗？啊！这位同学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是你跟江主任告的状是吧？是。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我只是说出了我自己的判断，最终的裁判又不是我，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没什么关系。喂、哎，别！哎，嗯。嗯，不错呀、啊，你还有战斗力啊！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给我坐！洛言，就这点程度，你究竟受不了了吗？我受不了这种高级地方的。他刚刚发消息说周末去，怎么办？他不会是要跟你？求你别说出来，告白吧。我说呢，最近失序做实验，总是主动承担刷试管的活，感情是在我面前刷好感分的。这个笨蛋，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。那如果他真的告白的话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就是没想好才觉得烦啊。看着我，犹犹豫豫不像你啊。你不觉得我们之间发展的一切都太顺利了吗？像有剧本一样，那种不真实的感觉。哎，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。明天是否有空？谁啊？恶言。哟，找你假装情侣啊？我该怎么回？我帮你回啊。行，还是我自己回吧。明天有空，就是吧，我担心自己没有经验，帮不到他。谈恋爱嘛，无非就是请客吃饭，送送礼物。请客。吃饭送礼物，简单吧？嗯，
我好像懂了一点。那我回去准备一下。走了。我说的是男生请客吃饭送礼物。我到门口了。很准时嘛。好巧，我正好要找你。你怎么来我们学校了？你怎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？我正好来你们学校有事情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没有没有，不过我一会儿约了人吗？那看来我是真的打扰到你了。我本来想在你们学校做路演，想请你这个老同学给我做做向导，逛逛学校。这样啊，那我可以叫诗旭带你去。我天，好尴尬。那我改天再来找你吧。到时再麻烦你陪我逛校园。太好了，能出去了。这没关系，我回去洗洗就行了。不，你刚刚那个啊，我没有撞到吗？啊，没，我没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把你衣服弄脏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。那个我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。再见。你跟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都没有啊。那个的。哪个呀？别装傻。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。哼，真巧。他这么高，我的个子就到他这儿。我下电梯的时候一着急，我一跑就撞上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以后离他远点。为什么？普通朋友而已，你管太宽了吧。你朋友够多了，不差这一个。哼，明明就是吃醋还不承认。少管闲事，我吃饭。快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
多喝点，熬夜容易秃头。秃头？防患于未然嘛，快喝。有尝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吗？什么味道？什么话？恋爱的味道呗。要说味道，我好像在哪儿喝过。哼，再做空欢喜，没错，这就是洛言。对了，你们男生都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啊？干嘛？送谁？我不是答应陪你模拟恋爱吗？谈恋爱不就是要请客吃饭送礼物吗？哦，谈恋爱都要做这么幼稚的事？这是标配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嘛？太幼稚的不要，太贵了不要，莫名其妙的不要，占地方的不要，吃的不要，其他你看着办吧。送个礼物还这么多条件？在这个地方要说出拒绝的话，会不会很伤人啊？哎呀，看到刀叉就头疼。这个傻瓜，你热吗？有点。菲菲，其实跟你认识这段时间，我挺开心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姑娘，跟你在一块特别特别开心。瞎说，有意思的姑娘多了去了。我觉得你们化学专业的姑娘就挺有意思的，你应该都在实验室里待一待。我可不想待在实验室呢，那里没有你。你嘴巴可真甜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之前海选面试的导演让我去试镜，有台词的。哦，是吗？嗯，那太好了。来，干杯。还能聊点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方黎还跟我说了很多你实验室的事儿。哦，是吗？你刷试管，刷五个，随六个。不是，那不是我，你搞错了。那真不是我，我不这样。干杯。菲菲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今天特别漂亮。只有今天吗？每一天。菲菲啊，其实我今天有句话一直想和你说。快说。其实我吧，我发现，我觉得我失去，我可能我有点，我失去我喜欢。哎，菲菲，你没事吧？菲菲，没事吧？菲菲，你刚刚说什么啊？真的吗？怎么不记得什么感觉了？别想了，别想了，什么都没发生。虚幻，都是虚幻。菲菲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。那个，我昨晚有点喝大了。啊。他不会要继续话题吧？这点酒还好啦，我清醒得很。那
那我们，你记得吗？记得，你送我回家，然后你又自己回去。就这些吗？你现在问东问西的干嘛？不想做朋友，我就直说。我没有不想做朋友呀。看来这笨蛋真是笨到王者段位了。算了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菲菲，菲菲，什么算了？菲菲。果然在这里啊，盛泽学长，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你不去找我，还不能让我来找你啊？这是什么？叶脉书签。你做的？嗯。好看。你做了是用来送人的吗？是啊。男朋友？不是不是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不可以送给我一个呀？我想把它放在我的琴谱里面。你挑吧。这个真好看，那我就不客气，拿走了。嗯，还好他没拿走想送给洛言的那个。这什么东西？不花钱，不占地方，不是吃的，就只有这个了。叶脉书签，不想要拉倒。这就是你捡的树叶子？白痴。我做的，实验室做的。你亲手做的吗？是啊，问东问西，不想要还给我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你别看它小小的，那做起来可麻烦了。方林能送你这个，真是太有情有义了。是吗？送手工礼物就是要把自己的真心送给对方，全心全意的那种。看来他花了很多心思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嗯，拜。洛言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！你没看到我这么不开心吗？你为什么不开心？齐菲菲好像不想跟我做朋友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我选的时机不大对吧。为什么？就哎呀算了，和你这个恋爱新人说这些也没有用，就不为难你。做一份心意满满的汤，送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，约一次心意满满的会，前两件事都做到了，但怎么才算是一次心意满满的约会啊？烛光晚餐，高档酒店，一定是我有问题，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浪漫，只觉得很费钱。绿化铜，绿化钾，嗯，好像不错。动手算什么好汉啊！动手是最低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是最没用脑子的。我说话你是听啊，是没听啊？是。
有事情学会用脑子，用沟通进行解决。老师传教授道解惑，你有疑问，你有疑惑，你得跟老师说啊，啊！你倒是跟老师说个明白话，怎么就跟那高三的音乐生顶上了？你不说话怎么解决问题？我给你俩开个斗兽场，来两下子。你是刚背了一个早恋的处分，1000字检查写完了，今天就忘了？老师。我和方丽真的没有早恋，你还在这跟我争？我只是单方面欣赏你。啊，欣赏？但是他好像并不欣赏我。我们距离盛泽举报的早恋还差得很远，至少高中时期，我不会主动去升华这份欣赏。但是大学之后，这份欣赏会不会往其他方向发展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老师，方丽不应该被叫家长，写检查。干嘛？老姜往我家里打电话了，说事儿结束了。你到底跟老姜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到底说什么了？跟我说清楚。能说什么？实事求是而已。实事求是，你怎么想的？突然又搬回来了？我这还不是为了大局着想，这儿缺个空，多影响班容班貌啊！我劳动委员，哎，我能干那种影响班集体荣誉的事吗？洛言，有事吗？过来坐会儿。你这书签哪儿来的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？方丽送的。那天我去实验室找他，他正好在做这个，就送了我一个。还有芳香剂。送手工礼物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真心送给对方，全心全意的那种。你来啦？怎么啦？为什么要把送我的礼，还要送别人一份？在你心，我和那个盛泽是一样的吗？不是的呀，我主要是想送给你，送给他是有原因的。有区别吗？我早就告诉你离他远一点，他不是什么好。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总是喜欢针对盛泽？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比你温柔多了，也比你更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。既然你那么喜欢他对你温柔照顾你，那也就没有必要帮我这个差劲的人谈恋爱。
少管闲事，我去。生日快乐，每天晒晒太阳，它一定能长。枝繁叶茂。不想活了吗？在这发什么呆？扔了呀，还当着方黎的面。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你也知道我下巴要掉下来。洛言，你是不是看着我感情道路不顺利眼红啊，非得把方黎折磨到离开你你才开心？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那他要是去找那个唱歌的呢？我听说唱歌这哥们儿特别不错，又会说话又能装的，菲菲跟我说过好几回了。怎么不说话了呀？被我说中了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他眼光太差。哎，等等，我怎么从你这话里边闻到一股醋味呢？洛言，你要是张不了口，可以拜托我，我去给你道歉。说真的，有时候女生的心思吧，瞬息万变，稍不留神就在这场游戏里边出局。不稀罕。你羡慕谁啊？当一个人无差别对待你的时候，我干嘛要喜欢这样的一个朋友？我缺他这样的朋友吗？是，您不缺，您就不需要这样的朋友。凭什么呀？方林，他不是故意看不见你的，他没看见你过来。他那个身高和你有这个视线死角。你说他气不气人？方黎，那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，不仅没事，还高兴死了，早就想跟他一刀两断了。对对对，这件事洛言做得太过分了。不仅过分，还小气、幼稚、不讲理，简直了，他这种人。不能轻扬他。除了会不分青红皂白说一些自以为是的话，他还会什么？好像欠他200万似的，我当时就是脑子抽了才会答应帮他。他这种人，不好意思。喂，方黎。尚泽学长。方黎。啊，菲菲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你晚点跟你说啊。嗯，拜拜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正好来找你。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高尔夫。周末有时间吗？一起去玩吧，我请客。为了答谢你带给我的灵感。我什么时候带给你灵感了？不要戳穿我嘛，生活中总得给自己找借口出去玩啊。一起，我都跟菲菲说好了。怎么菲菲一点都没跟我提啊？我刚刚还跟她打电话来着。我们都约好了，再说如果你不去的话，我们两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啊？也对，跟菲菲一起去放松一下，别总想着洛言。那好吧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嗯。